每个人都有无法放弃的执念，为着这执念，我们背起身，潜于幽暗的河底，化身般若，一去不返。死者怎么又少了一颗后槽牙？这六个月以来，经手的案件中，不断地出现死者或者凶手缺少臼齿的迹象。我怀疑是某个连环凶手留下的个人印记。臼齿？你的连环杀人犯迫不及待地找你了。我会保护好你的元神，若是你这具身体已经烂到没有办法再用了，我就给你找个新的。愚蠢！张显祖，你就能一直陪着我了。面交生死，左相思。